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跟我们同济会的好朋友见面，也诚挚的欢迎我们刘总会长带领新任的团队来到总统府。那同济会是我们台湾最具规模的国际性的公益社团，以哪里需要服务就到哪里服务啊的精神，在台湾服务超过半个世纪。那么大家在儿童服务、社区服务以及改造世界等领域一步一脚印，累积了很多丰富的成就。而同济会举办的各项的奖项，让台湾的社会的好人好事受到更多的肯定，也形成了良性的循环，让更多的人投入响应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服务更多的人。我们台湾总会的会员人数不断的创下新高，而且长期积极的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消灭母婴破伤风的专案，以及响应各大基金的募款。在各位会友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台湾总会已经连续好几年获得世界年会表扬，荣誉杰出区总会。那大家长期投入的人力跟心力，这一切都是实至名归。那么各位将台湾的民间力量扩展到国际的社会，那成为国民外交最好的平台，我要向大家表达最深的感谢跟感佩。那我也期许第46届我们同济会台湾总会，在刘总会长团队的带领之下，能够充分发挥年度主题荣耀最大价值。希望大家不仅能够推广同济会爱心跟奉献的核心价值，也用积极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所坚持的民主自由价值，台湾也愿意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。那么最后呢，祝福台湾总会及各地区的分会了，会务蒸蒸日上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